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和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深入实施人才强需工程，在宁夏区党委组织部、湖南省委组织部的指导和支持下，根据宁夏区党委组织部、湖南省委组织部干部人才交流培训合作框架协议，2017年到2019年，宁夏科学技术协会、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于2018年7月27日至30日开展湖南院士专家宁夏行活动，中国工程院关春云、陈正清、邹雪校院士、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遗传与生殖医学专家卢光修等十名专家、湖南省委组织部、湖南省科协有关领导共18人组成湖南院士专家服务团，应邀来宁开展需求对接、学术交流、技术指导、合作洽谈等。7月28日湖南院士专家宁夏行座谈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自治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盛荣华出席座谈会并讲话，自治区副主席杨培军出席座谈会并为宁夏农科院辣椒育种与栽培院士专家工作站授牌。盛荣华常委对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邀请湖南院士专家多到宁夏走走看看，希望有关合作方进一步加强对接洽谈和务实合作，让签约的项目尽早落实落地，让更多科研创新和技术合作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助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盛荣华讲话。